大家好，我是蔡师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充电式的打火机。我是最近才看到的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就买了一个来试试看。那真的还蛮神奇的，这就是一个，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开箱文。不多说废话，看一下。看起来就是简体字，就是中国人制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子长怎么样。好，整个黑的。但是它是黑的发亮，跟黑人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把它打开。好，你看它是这个样子，它是触控式的。噼里啪啦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它会自动停火了。那我们等一下，它要重开机吧？我们再试一下。就没有了。那真的要重开机。那我们等一下试着来烧一下东西试试看。那我旁边有准备水，马上就可以灭火。来吧，我们就试一下吧。哦，点火能力还不错啊！好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开箱文啊，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平常啊，师傅写字啊，就是鬼画符。有吗？一张符咒就随便就完成啦。